家庭和我，因为从训练上来讲的话，我一个好的教练，我教练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。家庭方面，我娶的非常一个非常贤惠的一个妻子，非常料理家务，所以说我对于我的训练，就是训练上我的家庭上面有时候有这两方面帮助，所以说现在我的训练等于说也是。 就说没什么顾虑，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顾虑，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精力来。现在这次最期待的，也就是在体力上有所突破吧。首先的话，肯定是先一把一把举，然后。 第一个目标是先拿金牌，拿金牌的情况下会冲击这个世界纪录，快点来临吧，太期待了。特别特别想参加这次16的奥运会。